天经地义。在节目上面的时候呢，有一个听众老王打电话进来，他说他的 PS4 都没有在用，然后呢，他说送我，他真的寄来了，真的寄来了 PS4， 开箱。你知道吗？老王其实不姓王，他姓蔡。他有说可以讲吗？你知道吗？老王字很漂亮。游戏片都付了。航海王，二零古堡二 ，Drive Club 应该是一个赛车游戏吧？天哪！韩国最新流行的路由器，手把一，手把二。三合一版本的游戏片，哇塞 ！HDMI 线，HDMI 是可以接哪？坏分子，他看起来不是很聪明。那手把要怎么用？好蠢哦！怎么让他可以用那个？你饭会不会煮太慢？不会。哦，上面是要换饭的。Of course， 我送你饭煮得很慢。哦，我只送了两个而已。餐厅会到。是一样的菜啊。好无聊。Easy peasy。来不及了啦，我放弃了。就我上海的家，我们根本还没煮好。哇，我只煮一个而已。QQ。业务 ，Please K。是随随便便起了头却忘录结尾的两个人，那我们来猜成语吧。好的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，别忘了最后的两个人生提醒，不要变得跟我们一样，拜拜。